Hello， 各位兄弟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老头 Old Man。今天呢，我们没有要玩游戏啊，我们要就是发表一下老头现在近期内的一个重要的公告。然后呢，老头也很久没有用这种方式给大家看了，就是用这种方式呈现，有点不太习惯。相信之后老头会渐渐习惯的，好不好？那我们也就废话不多说啊，老头呢，不想做了，不是啦，不是老头不干了啦，是。乱开玩笑会吓死人啊！那可能一大堆观众会非常失望吧？不是啦，就是呢，老头呢最近哦有跟一个线上直播平台合作，它叫做 No Life 哦。那这个直播平台呢跟我做这个合作，然后可能频道会稍微做一点点不一样的改变。不过呢，我跟各位保证，并不会改变非常的多。好不好？也不会影响老头想要出什么影片的这个品质啊。大概会变比较多的，可能就是直播的时间上会稍微有一点变动，好不好？那其实基本上不会影响太多，一样是照常啊会出片，照常会直播啊，反正就是变动会不太一样就是了。那么这部影片呢，除了要宣布说我要这个跟这个 No Life 合作之外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强制注册我们的 No Life。没有啦，也只是告诉你们啦，跟你们说啊，我们这个 No Life 呢啊，老头准备要进去了，就在9月1号之后。那如果呢，你们想要跟随老头的话呢，欢迎赶快进入这个 No Life 的这个直播平台进行注册。那一定会有人问说啊，老头，我们这个直播平台要怎么注册呢？非常的简单，来看老头的这个动作就知道怎么注册，非常简单。你们现在各位所看到的是老头开一个无痕模式无痕模式是什么呢？这个不重要反正就是不会有痕迹的模式你们偷偷看什么迷片之类的，反正就是不管你们看什么，关掉就是没了，不会有记录的，好不好？我们现在呢就稍微呢教大家怎么去注册这个 No Life 平台的这个账号。首先呢，你们现在进来之后呢，在这个网址上面打上 NONOLIVE 按下 Enter， 这时候你们就会直接进来了亦或者是说 NONO 我们不要加.com， 我们直接这样进来。有没有？它就会像 Google 首页第一个就是我们的 No Life 老头呢九月这个可以先关掉吗 ？OK， 老头呢九月一号之后呢晚上就会在这边进行直播。那么要怎么注册呢？来我跟各位稍微讲解一下，右上角这边有个登录，有没有？这边很多下载的，你如果是苹果用户的就用这个下载，如果你是你是 Google Play 的用这个 APK 档也可以用这个总而言之呢。这边就会提供一些下载点让你去安装，或者是你们直接就网页登录。网页登录呢，登录进去之后，你会看到这边有二维码登录看你要二维码也是可以，扫一下也是可以安装的。Google 登录也可以，推特登录也可以。然后这个的话，应该就是没有用任何的绑定账号去绑定，自己重新注册一个新的账号这个部分的话呢，就选择国家嘛，对不对？那我们国家区码是多少？886那算了，我们直接看 T 开头台湾在哪里？在这里866，输入你的手机号码，输入完之后呢，会寄一个验证信给你会寄一个验证信给你。验证信寄给你之后呢你再按下一步一个动作，基本上应该就可以注册完毕了这个是你不想要被绑 FB， 或者是不想要被绑 Google， 或是不想被绑 Twitter 的方式，可以直接选择这一个。这个点下去你就可以注册了。那注册好了之后呢，你们来打了一下这个右上角输入这个 ID 82466444是老头这个平台的这个账号输入进去你就看到老头在这里面了然后点进去了请你就是用力的按一个 follow 关注一下老头，让老头知道你进来了。之后呢，9月1号后面老头就会开始在这边做直播。那么会播什么呢？其实也不太一定，内容其实都是跟以前在玩 YouTube 的直播平台是差不多的，好不好？那么就是差不多先跟各位讲解一下这个流程，好不好？那么呢，其实实况主这个职业就是这个样子。那当然啦，人都会改变嘛，在所难免嘛。那也非常谢谢各位就是不管老头变得怎么样变老变丑变帅还是说变得更不是啊。
啊，那记得赶快去注册，赶快去输入这个我们的啊我的 ID， 赶快进来这个地方啊，按下你的 follow， 我们9月1号啊，我们的 No Life 直播平台再见面，啊，我们就下次再见吧，拜拜。